你说反了，我们才是老师，还是正在希尔拉基金会旗下孤儿院旅行的。倒不如说，是因为希尔的电话，我才发现自己又在工位上坐了两个小时。普罗尼亚姐姐加班，就是因为这个。 我当然可以奉陪，不过明天要是被苏莎娜和小空看见你赖床不起的样子，可别怪我。好想和布罗尼亚姐姐在一起去海边。和我相同的手脚，和我相同的面具，和我相同的眼睛。